小朋友们，你们好！你好。今天是什么日子呀？不是今天呀。今天是 Christmas Eve。就是。对不对？那是什么意思呀？圣诞。马上又到什么了呀？圣诞节。好，那你们圣诞节有可能会收到圣诞老人的礼物，对不对？嗯。谁能给我讲一下他想要什么样的礼物呀？我可以。那妙妙，你先说一下。我想要一个 Chinese painting 的那个很Chinese painting 就是像一个那样 art 的东西，和这有 paint 在里边，和这就是像 watercolor， 和这像中国那样的，和我还有一个东西我不知道。等一会儿啊，等一会儿，妙妙，那个你刚才说的你想要 paint 是水彩，知道吗？不是 paint 是燃料。颜料，知道吗？画画的那个颜料是叫颜料吧，中文 watercolor 叫什么呀？叫水彩。所以你想要 Chinese paint 还是 Chinese painting 啊？这叫 Chinese painting 呀。对，那就是中国画，对吧？我记得是在什么地方咱们好像看到过有一套，对，在 Augusta Mall 看到有一套东西是中国画的那个水彩画，在中国很常见，我小时候经常玩，但是在美国还不太常见，对吧？所以你看上那个，你就很喜欢那个中国水彩，对吗？嗯。你很想要那个呀？嗯，我还有一个东西。那咱们就得看看，因为我是今天才知道你想要那个的，对吧？嗯。但是咱们今天也不出门，所以咱明天早上看看圣诞老人会不会给你买。反正我是没有时间给你买了，好吧？嗯。你还想要什么来着？刚才说尽量说中文好吗？我不知道叫什么，但是这是像一个rectangle 东西，和那个我想一个粉红色的那个，它就可以你不掉走路，和你就可以帮着你走路。哦，我也想那个，也是那个，就是代步车，就是那个很危险，我觉得 Santa 不会送给你们那个的，那是送给小男孩玩的，那多危险！这相当于就是那种自动滑板，那遥控滑板。不是滑板。那是什么？啊，我知道，就是站在上头就可以往前走的那个。你们太小，还不能让你们玩那个。我估计 Santa 不会给你们的。我看见有一些小孩有。嗯。这就是你想要的，是吗？嗯。那琪琪，你想要什么呀？我想要 Hatchimal。 咱不是都有 Hatchimal 了吗？但没有，它都没有电。哦，没有电你就想要个新的，我给你个电池不得了吗？嗯，它有一个 twin 的。什么叫 twin 的呀？就有个 twin Hatchimal。 是吗？就是好，那咱们看看干爹会不会让那个Santa 给你们送这个礼物，好吧？但是你没有。那就看干爹会不会重新跟那个 Santa 说了，好吧？所以这就是你想要的东西是吗？嗯嗯。还有什么？ Elf on the Shelf。 那是什么呀？我想一个twin 的 Hatchimal。 哦，twin 的 Elf on the Shelf。 然后呢？那个就是像 Elf。 来，这个咱们现在已经知道你想要什么了，圣诞，对吧？嗯。那咱们说一下这个圣诞你们准备去什么地方玩吗？我们要去一个城堡，像个 Greenville 的边上。对，那地方叫什么呀？Biltmore 是以前一个美国的铁路大亨，他们家族特别有钱，他建造了一个北美最大的一个城堡，他的私人住的地方，就是他以前住的地方，特别特别的大，咱们到时候去看看，好吧？嗯。然后还要去哪儿啊？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还要去 Charleston 呢？去海边玩，对吧？是参加爹他们单位的聚会，所以这个 Christmas 咱们好忙啊，到新年，对吗？嗯。但是过了新年就是多少年了呀？一年。
就是2018年了，对吧？嗯。那2017年，我们来总结一下，你们2017年都干什么了呀？得说说你们有什么，嗯，比以前有什么地方做得更好，要不然 Santa 不会给你们奖励的呀，对不对？你现在给你们每个人一个机会，去跟 Santa 说一下，自己为什么值得配得上可以拿到那个礼物，好不好？那怎么说呀？随便跟 Santa 说， Santa 会看咱们的 video 的。就是，嗯，我更好了，因为我更像一个公主一样了，和我弄完我的 homework。那别的小朋友都做 homework 呀？但是特别画，嗯，像特别画的。特别难是吗？嗯。还有呢，平时在家听爸爸妈妈的话吗？有一些时候。有一些时候听了，那你怎么能说服 Santa 给你好的礼物呢？但是我更读书了，和我take 20多 A test 是吗？嗯。那你觉得你还有什么？再给你最后一分钟，让你跟 Santa，你要告诉 Santa 为什么我可以得到这个礼物？因为我刚才觉得你刚才说的，好像不是特别能让 Santa 觉得你特别厉害。有什么让 Santa 觉得你特别厉害的吗？没有。来，你先想着啊，让琪琪先说。我在 math 我努力了，然后 cos education 它也是 multiplication， 我努力弄99乘法表啊。是吗？哎，你能给我背一下吗？来给 Santa 听一下。开始。一一得一，一二得二，二二得四，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一四得四，二四得八，三四十二，四四十六，一五得五，二五得十，三五得十五，四五二十五，五二十五。一六得六，二六得十二，三六得十八。行，我们知道你会了啊。你知道那个为什么，中国小朋友算数比你们班的美国小朋友要快吗？嗯嗯。因为咱们三三得九，马上就出来这个数了。三三得九，二十七。你们小朋友三九二十七，对吧？一下就出来这数，你们小朋友可能还在那算半天。但是。在我的班他已经过了division。但是你知道为什么印度小朋友算数比中国人还快吗？嗯嗯。因为咱们只有99乘法表，人印度有一个20×20乘法表，知道吧？而且他们那个速度好像略微比咱们稍微还要快一点，就是这个口诀，所以他们算得更快一点。这是为什么咱们已经弄了，这就是为什么咱们再怎么搞也搞不过那几个印度人，对吧？嗯，他们太凶残了。但是没关系，咱们不用比这个东西。嗯，那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有一个？我在 subtraction 和妈妈让不，你要在这儿说这个，好多小朋友不明白。咱们先说一下啊，加法怎么说呀？ addition 对不对？嗯。然后你刚才说的 subtraction 是减法。不是减法，是减法。嗯。乘法怎么说呀？ multiplication， 对吧？除法呢？ division。 division， 对吧？所以这就是加减乘除的意思。好，那妙妙你想到了吗？我更厉害了。对，什么地方变得更厉害了？读书和写字。嗯。他更认识字了。对，现在我不认识的字我都问小二子，小二子都能给我解释了，对吧？我现在今年我发现你们俩的这个词汇量已经超过我了，因为有时候我看你们书上或者那上面有一些比较偏的一些英文的这些字，平时像我们用的不太多的我都不知道，我不是从小在美国长大的，所以像这些词好多有一些特别偏的特别接地气的词我可能不太知道，但是有的时候就看你们的
作业什么的，我还能学一两个单词呢，对吧？你看啊，我的作业了。对呀、啊，就比方说以前你弄的那个袋鼠的那个育儿袋怎么说呀？什么袋？就是 kangaroo 前头有一个 pouch， 对吧 ？pouch 啊，叫 pouch 啊。嗯。哎，那个字读 pouch 还叫 pouch 啊 ？pouch 还有什么呀？还有毛毛虫的那个卵，就是毛毛虫 ，caterpillar 对吧？嗯。像这些词，我们小时候都没有学过的，知道吗 ？cocoon 吗？对，你像 cocoon 这个叫茧，这个词我们也没学过。cocoon 也可以有一个 other name。还有 skunk， 臭鼬这个词，我也是从你们那儿学的，对吧？好，这就是，你看，其实我帮你总结一下你们俩过去的这一年啊。你看你们两个四月份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军事五项比赛里头，妙妙拿了一个第一，对不对？嗯。其实军事两项，琪琪拿了个第二。啊，你们是跟40多个还是60多个同龄小孩在比？整个城市的，你们能拿第一、第二，对不对？我先拿了第一，然后第二，然后第三。然后小琪琪在他们班的马拉松，他们学校马拉松比赛拿了个第三，对不对？嗯，我也拿了一个第一了呀，在一年级我就拿了一个第一。然后今年你们这个打乒乓球还需要有长进，对吧？咱们在家练的不是特别多，对不对？但是我决定这个咱们一定要加强多练习了。这个圣诞节咱们抽个空把车库好好腾一腾，以前咱们车库堆太多东西，所以也不太想去那儿练习，每天练不了多长时间，对吧？嗯。咱们这回把车库好好腾一腾，咱们每天把时间提上去一点，好不好？嗯。要不然不能老让教练对咱们失望，对不对？我觉得教练觉得，尤其是小二子，你要是多打一打，我觉得还能打出点名堂，咱们试一试呗，好不好？还有什么呀？钢琴，我觉得咱们那是我逼着你们弹的，对吧？而且你们在弹钢琴上也没少挨揍，对不对？所以钢琴就没什么可说的，我觉得咱们钢琴老师也挺好的。咱们你看咱们打乒乓球的教练非常好，对吧？钢琴的老师也挺好，这老师是全市被公认的最好的一个英语那个钢琴老师了，我听好几个老师这么说过。你看以前你们那个老师 Sarah Moore， 他说 Best piano teacher in town， 对不对？而且他是一个教授啊，对吧？他经常有一些，你看咱们城市里头有那些好的琴过来，那些琴行都找他去帮着去演奏，对不对？嗯。要一般的老师，琴行也不会随便去找啊，对不对？大师的琴，对吧？还有什么呀？今年我们没有学游泳了，对吧？没有，但是我们，但是你们还在学芭蕾。就是芭蕾舞，我们会到 Fear Sprite 今年，是吗？我们那个怎么了Skip， 好吧，好 Skip 啊。那我再想想，那今天我们就先录到这儿，好不好？为什么？那你想说什么，琪琪？我们 Skip 一个芭蕾。哦，哎，小琪，你老拿着那手上那什么东西啊？嗯，那是个驴吗？嗯。那天早晨你把这放我床头，把我吓死了，你知道吗？我以为这什么个东西就爬到我这儿来了，知道吗？好，来，跟大家说，拜。拜。如果你喜欢咱们的那个视频。If you like our channel, please subscribe.